期而否，嬉戏眼前谋，孽满身后，报应从头，万恶淫为首，因此上眉色邪淫。一笔为啥是郭德纲啊？炸平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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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挠，我挠。炸！可以杀呀，很明显不可以杀。感谢，这狗熊的英雄爆发二级是真高。回家了。我是出右装的呢。先来个红宝石，肯定没问题啊！刚才为啥是郭德纲啊？我不信，我放一首。来了，往那一坐，打开这，咵，搁桌上了。认识不认识叫你看这个，看这身好，你看这个啊，啊，老有这个，也不知这生意谈成过没有。他是先拿这个给。为啥是郭德纲啊？我都佛了，我这第二个草丛啊，照我，就你会学一技能是不是？逃不着，小子，与野炸，挺烦人啊，这农奴亮牌啊，可以，我需要一双皮鞋。还好我们的兵线不算很亏啊。这把组什么技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呀，我都点 E 了，我为啥点 E 了呀？那点 E 就只能点 E 就只能出 AP 的了。我的塔皮，你确定你要跟我打吗？该呀，你会吃四级的安妮儿跑上来跟我打，你点个屁问号，安妮儿都让我打死了。
反应是慢半拍儿。嗨呀，烦死了，这努努。我先来个炸血劈泥，我用鲜血把骸骨铺就我的道路。给我杀，我再学一级 E 吧。五级狗头人还出 AP， 来吧，我看怎么玩。也是我的大招就差一秒钟刚才。那是谁的心在召唤风暴？真就差一秒，为什么不闪现？问得好，我乐意，你管着吗？下波我还去断线去，这努努再敢来，我就两个一块杀。这能不死吧？我们能吸血，没事啊。头人，哎，刚才这波不好杀呀，怎么能好杀一点呢？先吃狗屎。撼动着世界的根基。等着狗头人一会儿，他就是个屁。你就是个屁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个屁！
往哪里跑？你的心我吃定了。我可吃人心，我跟你说。天空在召唤我，我们都是彷徨的血海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在大地上舞蹈，还有闪现吗？干啥呀？那自己那上中路不要了是吧？是不要了？你到底要中路？不要拉倒，我走了。我先来个辣石之牙。可恶，食神！这把俺们需要一双水银海。人有点多，算了，我就上路把塔皮吃了。即将脱落了，能赶上吗？20秒。10秒，差不多。刚刚好，AP 狗头人，嘿，该呀！你跟我打，跟我打，能咬着不？为啥咬不着？安妮儿，我真是服了他，安妮儿来多少趟了？哎，假装往这边走，其实不严。我还打个红。大地需要用鲜血浇灌。但他并未死去，我想知投降，换之以来。安妮儿出的啥？炉灯的激荡，行。你们说这狗头人要出啥呢？他出完恶魔法典，他又要出燃烧宝石，他要出什么东西呢？还有这波他为啥不走啊？你感觉你能走得了吗？啊？哎，人呢？远处万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瞬移了。不是啊，我刚才没有看见他，他是卡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瞬移了人啊！这里被驯化了，我要野化。
好奇怪啊。开了啊！你咋的，努努？哎，我操你猴子！耶耶耶耶耶耶！嗨！这俩出完出点啥呢？来点右装，我觉得行。其实我已经虚区够高的了，都。木妖啊，也行。我们来把纯虚区狗熊吧，出个木妖。出完木妖出个猫子，猫子出完出个沙漏或者是法传棒，走一把 AP 熊。往这走来，狗头人，我打死狗头人，漂亮！狗头人我没杀着，我杀你兄弟！人类的声音细如蚊蝇，我的声音轰如雷霆。他被动伤害好高啊，140！耶，该呀！去去去！哈，跟我殴殴殴！殴你妈个头！哈耶耶耶！完了，兄弟们，也有点多了。这刀锋这不都收了吗？骂人没骂人呢？啥也不懂，都不懂梗。没看过周星驰吗？周星驰电影没看过《大话西游》吗？这是语气词。
我的攻速虽然没有2.5，但是我感觉我的攻速有2.5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还能更快吗？原来我还可以再快一点。我觉得这大龙都不好使。主要是刀锋没给我拦，我薛飞是有点害怕。能打过，肯定能打过。哎，我也13.3呢。